今天你们都看见了，一定要相信有菩萨在，你们一定要相信菩萨会救你们的。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，身体不好，生癌症，你们要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。而且首先要，如果发现自己生这种恶病了，第一要吃全素，第二要真心求菩萨，好好的念经，好好的学佛，你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台长希望你们能够多度人，让所有的人都没有苦难，让所有的人都变成快乐，这就是佛的思维，那就叫离苦得乐。谢谢大家来看我，如果大家跟台长有缘分，好好念经，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，好好修心，你们相信了，如果你们真的不能救活自己的时候，医生跟你们说你们活不了的时候，你们无论如何要找到印尼的共修会，你们可以叫台长来帮帮你们。台长跟你们说，记住了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好好修心，就像西游记里边一样，路就在你的脚下，好好的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，去救度众生。台长这次到印尼来法喜充满，我都没想到来了我们印尼的这么多的朋友，感恩你们来看台长，感恩你们要学习佛法，让伟大佛陀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能够洒向人间，佛光普照。